冲绳人，大概八组，准备再去一次上海野生动物园。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再见一见那个小狮子，还是太可爱，还想再见一见。但是，狮子呢，其实长大的要比想象中的要快很多，就可能几个月就会，大概可能就大了。期待，但是又很紧张啊！万一去了，万一就是黄茫茫一片，全部都是猛兽的那个地方，那可能就有一点尴尬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想再看一下大熊猫，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看大熊猫。吃饭。他的那个狮子，我第一反应是这个样子，站在狮子就不这样。第一反应是这样的。那你为什么上一次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大熊猫呢？好了，不说别人了，其实我是很想看大熊猫的。看熊猫到底在哪儿？不会就是我去的时候已经下班了，已经打卡了？哦，那是什么？鸽子吗？快看，快看，都是 rice， 都是 rice， 都是哥们儿啊，都是哥们儿。都是哥们儿啊，哥们儿，好哥们儿啊，都是好哥们儿，我怎么会割你呢？我在这个地方吧，上一次来的时候这还是猛兽区，我是这样颤颤巍巍的拿着我的手里的生肉去喂它。你们大概几个月前还是喝奶的宝宝呀，红木头不会就在这里边，这它真的在这里。让我听了一个小道消息，有一个辨认方式，就是，哎呀，不要看了，是你吧？我在哪里？对啊，哇，好高冷，那他有可能会过来吗 ？Hello， 嗨，这可能就是门口的那个雕塑的背面吧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小老鼠，小老鼠，小老鼠，爱吵。那要不然吵架的，你要瘦瘦他们的呀。摸头，摸头，要睡觉了。天哪姐，你跟我一样，你食堂开饭的时候还在睡觉。不要睡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我你醒了，嘿嘿嘿。你逗猫去，逗猫吧，嗨。所有的滋润每一只都来了，除了它，这么平和是怎么的？我问一下心目的老虎吧，老虎，嗨，大老虎。尝试交流。他说你语法错了十二次。他大概比我高吧，好恐怖！这个虎，建立沟通，他说他最近很开心的，就是吃的也很饱，是的。然后呢，见到我很开心，对，我也说见到他也很开心，就是我觉得蛮开心吧，跟老虎交流，其实我觉得是一件挺有意思的。就是我跟他说再见。不要睡了，可以转身吗？不要睡了，快看人家！不要睡了，不要睡了！嗨嗨嗨嗨，嘿！你都在干什么？就你在睡觉。摸摸头，摸摸头，嘿嘿嘿嘿嘿嘿！可以转身吗？这位导师，不要睡觉了。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他还是不睡，天哪，过分啊！没再睡，也就是看着他们挺开心的，也挺能睡的，对，就觉得到这个年纪就已经没法再近距离接触了，挺好的呀，蛮开心的，看到他们这个样子。
懒成这个样子，恨铁不成钢。啊，不不不，走了，拜拜。妈妈，耳朵动一下，好了，不要自作多情，耳朵动了。都看我看像看傻子一样。每天我都会问自己，今天是爱自己的一天吗？是的，我爱自己，我爱生活。好可怜，拥抱自己。好了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5 minutes later， 兄弟，兄弟，帮我一点吧，好不好？没点吃的吧，好不好？我好饿，我不吃午饭。喜欢你太轻浮，我爱你太沉重，给你做杯奶茶吧，这曲刚刚好。太油腻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哥们，你多高啊？非洲象。别问题，我问，算了。但我觉得那种袋鼠好帅，就是贼壮那种，还有这么壮。河马馆，我一个很羞辱的历史，像当年，就是当中一个把他的牙刷从我的手中抢走了，好像也没什么毛病啊，老铁。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让那个牙刷从我的手边溜走。哦，好可爱啊！天哪！哦，这样趴着，我真好喜欢大熊猫，我就觉得大熊猫吃竹子特别香。太可爱了，天哪！家人们，法律允许的情况下，一定要饲养一只大熊猫。但是法律是不允许的。大熊猫的那个毛的质感，那个猪毛刷、钢丝刷是一样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想撸大熊猫，你把那个大刷子。哦，太可爱了吧！哎，你别装了，瘦了。天哪，那个手和脚是那样搭的吗？天哪！我觉得有生之年要体验一下当大熊猫饲养员，现在去应聘还来得及，真好可爱啊！可能这就是喜欢吧，今天干什么平平无奇的姿势都觉得好。行，我头太大了，就这样。挺可爱的，这么大还把年纪丢了，不要做这种不符合这个年纪的事情啊！那个好可爱，快点把它放在一起吧。天哪，太可爱了，鳄鱼！哦，猛兽搏斗，旁边在打架，哎，好可爱，哎，好可爱。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大熊猫了。天哪！是，像碰瓷吗？哎，就回到了这个当初来录小丹丹的地方。有一种孩子长大了的感觉，是挺可爱的吧？但是就是觉得好快啊，像上一次来的时候已经过了挺久了，就是蛮开心，而且今天看到大熊猫了。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，我就在这片欢声笑语中结束吧，来叫一个。